前人当官的没当官的，他都会在你死之后你都会有六个去处，对不对？就是讲的就是六道轮回，十二因缘。好，大家呢就看这么大的一个那个人，5.38米，什么呢？无常大鬼。去到地狱里面，他就会首先拿出来签单，签上你去哪，你是你去哪，就是他。